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00090，11月，看一下天，11月20号，然后瑞芳站外，瑞芳站外，9:14，说牌照是4020江源新港，我新的车子F 号区域间快车。这一段站位要跟207做交汇了。207次，将北回线上树林的铺油马这样准备做交汇。207次将北回线上树林的铺油马这样在瑞芳站位，站位交汇，谢各位安全。